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x Tour， 美国人带你游美国。我是 Matthew。大家好，我叫 Adam。我们都是 Max Tour 的中文导游，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。Max Tour 的使命是让您在舒服的母语环境下，向您展示真实的美国经历。拉斯维加斯周围有很多世界闻名的自然景点。大峡谷、66号公路、羚羊谷等等，这些都是来到拉斯维加斯的游客不可错过的。我们的目标是为你提供五星标准的美国服务，我们非常注重细节以及对安全的承诺。我要带你们去三个不同的地点，然后第一个叫 Yavapai，然后到那儿需要大概一小时十分钟。我们的导游都是会说中文的美国人。作为美国当地人，我们不仅可以让你了解真正的美国文化，还能用你最熟悉的母语进行讲解。同时，用您的母语提供旅行信息，确保您在旅行中完全放松。请进入我们的网站，探索我们为您打造的江行之旅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请添加我们的微信或 LINE。期待很快与你相约 Max Tour， 再见。